中国14号对台实施联合利剑 B 环台军演，中国海警船更是首度加入编队，更将马祖海域划入演习范围。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，请立即转向，尽速驶离。一见到中国海警船靠近马祖限制水域，我国海巡舰立刻实施广播驱离，并全程紧迫监控。中国对台军演快闪13小时结束，根据国防部指出，共机共舰都已经脱离演习应变区，不过海警船仍然还在应变区，因此我国国军仍然会处常态戒备状态。想要用低成本，不用到发动战争这样的程度呢，却又制造这种威胁感，利用台湾人民恐惧战争的心理，想要造成台湾内部不团结，互相指责对方。学者担忧中国海警船企图将灰色地带巡歌常态化，压缩台湾海上制权空间。4月13小时的中国军演落幕，但中国文攻动作仍没停下。14号晚间持续透过微博账号东部战区释放环台军演消息，宣传图还以弹字为开头，呛下要动武消灭台独势力。13号的其中一则贴文同样也以整个带弹为题，发文时间还刻意选在11点11分，三度强调1月1号，让不少网友猜测是在暗示明年元旦共居还有新动作。面对中国对台动作频频，我方无法掉以轻心。立新闻公司侯彩虹马祖灿报道。